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金丝桃 Hypericum perforatum 亦都叫 St. John's Wort、啊、金丝桃。金丝桃这个疗剂呢是主要呢是应用在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的，对一啲割伤或者撕裂，有时候你可能嗰啲唔小心俾嗰啲爬嗰啲丝网嗰度吓，嗰啲网咁就有啲尖嗰啲就俾你刮伤撕裂你嗰种伤口，同埋一啲系洞穿性嘅吓，即系督穿性嘅伤口系好非常之有用嘅。神经炎啦，任何嘅神经布满神经的地方受伤，譬如颈部啦，譬如有时候我哋叫马鞭式的嘅受伤，即好似撞系揸车咁就撞车，咁条颈咧就揈一揈咁呢个就令到颈部嘅神经咧系受咗伤嘅，同埋手指尖、脚趾被揼亲只脚趾啊，揼亲嘅手指啦，我哋叫十指痛归心，因为呢啲地方那个神经线呢是好多嘅。咁仲有嘅脊椎嘅问题啦，或者跌亲啦，蹬咗落尾龙骨啦，或者喺个楼梯咁蹬落嚟呢，蹬到个尾龙骨呢，呢种咁样嘅受伤呢，金丝桃系好好用嘅。咁通常呢受伤嘅部位呢会变到好敏感啦，嗰啲痛呢就好尖锐嘅蛇痛啦，佢好似即係沿住嗰个神经个线嘅蛇痛。咁所以呢你见到一个係嗰种放射性嘅痛呢係一个主要嘅症状啦。咁亦都係有时啲神经受压啦，譬如有一个唔小心俾个斧头揼到隻手指或者呢手指夹咗落嗰个门嗰度呢咁呢种咁样嘅痛，呢种咁样嘅痛通常嗰种撕裂嗰种咁样嘅尖锐嘅痛呢，金丝桃是一个好好应用的疗剂嘅。仲有啲情况呢，就是啲人是因为头部受伤我哋撞亲嘅头
咁出现呢个情绪变动、或者因此而受伤之后，头部受伤之后呢，情绪抑郁起嚟。咁同埋呢就有种即係麻麻痹痹啊，嗰种针刺感，或者一种即係好触电嗰种咁样个痛呢，呢个亦都一个好嘅应用嘅。咁喺遇到嗰个刺伤嘅痛下嘅可以应用呢，喺即係内服同埋外敷都得嘅。好啦，如果情况呢唔少有啲情况踩到个钉嗰度，隻脚踩落个钉咁呢种个痛呢好尖锐嘅痛嘅 ,ok? 咁嗰个受伤嘅地方呢可能会变到变得蓝冤痛啊，咁我亦都除咗呢一个嘅金丝桃呢，另外一个疗剂呢叫做 Lidum, 个 Lidum 呢係有一个稻香 ,Lidum, 稻香呢亦都一个用可以用得着嘅。咁 Lidum 个主要症型呢就係、是、呢个受伤嘅部位冻啦，冰敷会更加舒服嘅。咁呢个呢就係、是、稻香 Lidum, Palisum 呢个疗剂嚟嘅。好啦，咁有时候呢俾动物咬亲啦，或者俾嗰个昆虫针亲呢，呢种咁样呢都係可以諗嘅。咁呢种情况呢，通常我哋先用嗰个 Lidum, 个稻香Lidum Palisum, 跟住呢再考虑呢用呢个金丝桃嘅。咁所以任何嘅脊椎嘅受伤咁、我哋会有除咗金丝桃啦，有嗰、那个生金车呢，同埋嗰个野角 Roostox 嘅。尤其是嗰、那个有嘅情况呢，有时候除咗跌落嚟跌亲嗰个尾龙骨啦，蹬亲嘅尾龙骨呢，咁有啲情况就因为喺嗰个临盆生十蚊仔之后呢嗰、那个尾龙骨呢係受咗即係受到扭伤嘅。咁呢个亦都个好嘅疗剂嚟嘅。好啦，仲有一个情况呢就係、是、嗰、那个有啲时候呢我哋会做啲脊椎嗰啲洞穿嘅嚟到抽嗰啲脊髓嚟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做咗呢种嘅手术之后呢就出现呢脑膜炎呢种咁样嘅痛呢种咁嘅受伤脑膜炎呢或者呢係任何嘅其他嘅症状譬如痉挛或者呢经常昏昏沌沌呢种咁样嘅情况呢都可以諗嗰、那个金丝桃嘅。好啦，咁仲有一个应用地方就係牙科嗰度啦，做到牙科嘅手术呢或者做啲倒牙根咁出现咗呢个情况，即係任何嘅脊椎受损、神经受损呢好痛好痛呢，咁就可以用埋呢个考虑呢个疗剂嘅。好啦，咁脊椎方面啦，刺痛啦，咁亦都有啲人呢係做咗呢个嘅spinal tap 脊髓嘅个穿刺嘅手术呢之后呢出现严重嘅头痛。咁呢个都係因为嗰个脊髓脊椎嘅液体嘅压力呢受咗改变啦，受咗刺激啦，咁导致呢种咁嘅头痛嘅。Okay, 咁亦都有啲人呢因为生小朋友啦做嗰个要即係麻醉下。咁通常好多时候呢佢哋都会喺嗰个脊椎嗰度呢係注射啲麻醉药嘅。咁自此之后呢佢哋可能出现嗰个坐骨神经痛呢方面嘅。好啦，咁针伤嗰度呢亦都包括有时候呢係我哋疫苗注射之后呢係会针伤嘅。咁除咗我曾经所讲嘅稻香 Lidum 之外呢Hypericum 呢亦都係非常之好用嘅。尤其是呢当你有啲好尖锐嘅蛇痛咁你就可以諗呢个疗剂。但如果你个系主要系嗰个感染痛呢就可以諗 Lidum 嘅疗剂嘅。咁当然啦，如果有啲慢性嘅问题之后呢都可以用其他啲植嗰个 Calcarb 碳酸钙嗰、那个 fluid 汁魄啦，呢啲疗剂都系因为打针导致个身体整体嘅体质被改变咗嘅。好啦，其他啲就好似俾蛇咬亲啦，俾老鼠咬亲或者咧系俾嗰啲虱咧咬亲嘅面部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疗剂嚟嘅。好啦，咁有啲情况有啲人咧就系切肢因为手术咧
需要切咗个脚，跟住咧就有一种我哋叫做 phantom pain 啊，即系嗰种虽然个脚冇咗咧，但嗰种痛咧仲系遗留喺度嘅。咁呢种咁样嘅好尖锐嘅刺嘅神经痛咧，因为嗰个切肢手术之后仍然出现嘅咧，咁呢个一个系好好嘅疗剂啦。咁另外喺呢方面嘅应用嘅疗剂咧，就系嗰个 Allium Super 啦，个洋葱啊，洋葱咧对呢方面嘅问题都非常之好嘅。好啦，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当有啲外异物入咗只眼吓，咁、我除咗乌头啦，系呢个情况主要嘅疗剂啦，咁仲可以咧。嗰种当个痛下，有烧痛啊，或者嗰个角膜咧受伤啊，或者刮伤个角膜咧，咁我哋咧就会考虑呢几个嗰、那个金丝桃啦，同埋嗰个生金车啦，同埋嗰个同埋个稻香，有时咧就黑眼圈吓、啊，即系可能唔小心即系撞亲只眼，只波抌撞亲只眼咧，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那个疗剂咧，系包括稻香呢个嘅。好啦，咁最主要就嗰个尾龙骨吓、即系蹬亲啊咁样，或者动物咬伤。好啦，咁所以呢个金丝桃咧系一个好好用嘅急救嘅疗剂，大家应该喺屋企咧常备住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